按完之後咧，我成個身咧直翻曬，嗰、那個好緊要，好鬼勁啊！嗰、那個即係好正宗嘅泰式按摩，睇下影唔到，佢成個身直翻曬啦，好誇張嗰、那個女人。跟住我咧係按到咧，嗌到成間嘢都聽到，但係睇下我連鎖骨都出翻嚟啊，正翻曬咯，超誇張啊！呢個泰式按摩好正宗。做完哇，真系明显白咗好多咯！酒店附近嗰间按摩咧就 close 啦，咁而家咧再去远少少，哇吓，全身汗流，热到不行啦！咁就去远少少嗰间，去收拾一店嘅，睇下有冇位按个摩，跟住翻屋企，唔系翻酒店瞓觉觉住。好啦，咁依家咧就系、是、其实我上次嚟泰国之前嗰阵时咧嚟过嗰间，咁之前咧我系住嗰间酒店嘅。所以咧，就係、是、原來都係同一個區，就係咁。拜拜 ，OK， 傾入嚟 ，thank you。咁然之後咧就即係總之90分鐘咧有泰式按摩同埋加肩頸。咁就而家開始啦。咁而家就開始啦，佢會幫我埋咗只腳先啦。好攰啊，好痕啊，好痕啊。咁九十分鐘咧就係、是490匹，跟住咧，因為嗰咗十一點咧，就再加100匹附加幣，即係590匹，就90分鐘，on shoulder 同埋on泰式按摩，啊，好大陣嗰啲油味，咁即係200多元，我成身都係汗咯，超熱超熱。呢間咧都價錢就又唔係好平啦 ，OK 啦，但係咧好熱鬧嗰度咧，睇下幾鬼 open， 跟住出面係全個廳都係人咯。咁第一日去嗰間咧就舒服啲嘅，咁呢度咧就即係大眾化啲咯，好得意。泰國咧有呢個爪龍跟爪鳳跟。佢而家系找我个空间咧，冇压。OK。正宗泰国按摩，咁佢系喺我背脊嗰度跪落去我啲尾龙骨嗰度，哇吓到我黐线，我以为从此就一命呜呼，点知原来系啪，哇好似啪咗。十聲八聲咧，我啲骨咧，啪，好似歸曬位，跟住我嗌到黐咗線。又唔知玩咩雜技啊！而家係嘅，雞。佢叫我哋聽日又嚟啊！要唔要電？快啲！一電咪。对对对对对对对整個過程咧，我覺得佢係似拍骨多啲咯，無論頸啦、背脊啦、手啊嗰啲，即係啪啪聲。最勁就是我背脊咧，因為我好似咧挺極都唔直咁樣，即係好多勞損啊！佢係啪啪咁樣，哇！嚇到我傻咗啦，跟住嗌到成場都聽到啦。咁但係咧，真係感覺到好似～松晒咁样咯，不得知了啊！其实系松到而家，我而家翻咗嚟英国啦，都觉得哇，松晒成个人，真系好犀利嘅呢个人，好正宗嘅泰式按摩啊！今次真系叫做好彩啦，遇到你俾埋佢，你俾晒佢，系咪得？温，再见，等你。我呢个系泰按摩再加
肩頸，咁真係好正宗，我覺得，同埋好大力喎，我係做一個半鐘啫嘛。佢中途俾咗少少錢，哇！簡直係落咗100倍力，其實我唔使咁大力。咩招式嚟嘅？大概呢啲？简直将所有骨咧移翻正。好惊断腰。哇！真的不是講笑啊，大佬幾廿歲腰骨脆，勁驚斷腰啊！好彩冇事啫。太爽了！回来啊，漂亮！啊，溜个房。咩叫咩？溜啊？溜乜雞？乜雞個名字？Name。Colin。哦 ，Colin。Colin 人街啊，好啦，咁咧就按完啦，咁听日咧可以试下另外一个咯，因为咧真系唔系讲笑啊，佢呢个咧啊，我影唔到个地址，边个地址喺呢度啊？好似叫做 A B Massage 系啊 ，A B Massage， 咁个地址就系、是、我都唔知喺边啊，咁咧呢、這个按摩咧，我以为即系都系摸下摸下咁样啦，即系都系。按下按下咁样啦，哇唔系话我话俾你听呢个真系好劲咯，佢好彩我问咗个名，佢叫我哋听日再嚟喎，因为佢咁问我嚟攞钱啦，跟住小费小费咁样，梗系俾佢啦，俾极都系好平，因为讲真，俾200匹都系几廿蚊港纸啫嘛，跟住咧我话俾你听，佢系爬咗喺我个身上面，我以为我将近会死咁样，我系啊！我是不自主咁样嗌，因为佢咧唔知点样揿落背脊嗰度咧，但系咧揿完之后咧，我以为我会死啊，但我冇死到，重新啊，我个背脊咧后边嗰啲肋骨咧系嘎嘎嘎嘎声咧归位啊，全部哇，因为我肩颈成日都好痛，成日搬嘢嘛，可能扯伤咗，但系佢系 kind of 好似脊衣咁样帮我拍翻正咯，哇呢、這个好劲咯佢。好啦，然之后啊，然之后自己忍唔住喺度笑，跟住成间铺头啲人都喺度笑，我心谂我唔会断啊，都系奶塔，但系咧我个膊头咧系正翻啊，好夸张，佢呢个咧系好超级超级正宗啦，同你讲，即系真系 feel 到系传统嘅泰式按摩，唔系而家嗰啲摸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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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其实我都 OK， 我都觉得舒服，但系佢呢个系。佢真係好勁啦！阿哥人膽大，幫我拍翻正曬啲骨咯。你見唔見我而家成個身咧直翻曬，好誇張咯、啊！你睇我背脊都直翻曬，我唔知認唔認到。係，你睇好厲害，只可以話嗰個人真係勁，超勁。跟住咧走咗去，對佢傾個嗌外賣喎。佢咧有呢個咧芒果糯米飯嘅批咯，好搞笑。好蘋果批啦，同埋芋頭批咯。Burger King 啊，仲有 Burger King 啊，但佢又唔係好平咯，即都係差唔多香港價錢咯，國際價錢。咁樣啦，滿足的一天。好啦，而家咧就去 Big C 嘅 Supermarket， 好耐冇去過 Big C 啦。咦，買個夾夾先。因為咧，呢度係蘇康慧路啊，咁咧係距離酒店中間咧有個 Century Mall 啦，即再行大概7分鐘到咧就去到 Big C 啦。咁而家我哋就去超級市場買嘢啦。哇，20匹一個啊，喪買啊！這個咧，因為沖涼成日都要用啊，所以咧又成日都唔掂喎，自己留咗喺酒店喎，咁可以喪買啊，狂買啊，然之後做手信都得，20匹啊，好平啊，5蚊一個。
supermarket 咧，咁呢個入口入邊咧就好多啲本地攤檔啦，即係好似本地嘅街市咁樣咯，即係買啲本地嘅嘢咯。好平啊！如果佢唔係遊客價錢嗰啲咧，全部都係即係都幾平啦，20匹啊，30匹啊，幾蚊港紙咁樣，50匹一堆蝦。都嗱，如果韓國咧又係橙色一啲嘢啦，啲韓國食物咁，泰國都係呢啲顏色，全部都係呢啲顏色一啲嘢。好啦，跟住就買蔗汁啦，好多 ice 喎，咁即係呢個抵㗎啦。又飲緊個蔗汁喎，個蔗汁咧係超好飲喎。我想飲龍眼汁，但係飲唔到咁多。咁佢門口嗰啲咧就80匹咯。咁琴日食過好好食，所以今日咧再買80，即係大概港紙20蚊到，係真係堅好食啊！好抵啊！一入到嚟咧，佢就仲未喺個supermarket 嘅，就係、是、一紮咁樣嘅鋪頭啦。然之後要攞架車仔先。好啦，終於嚟到碧斯啦！好似英國的 Morrison 啦，我覺得。咁佢哋話去 Lotus 喎，因為 Lotus 好似再 high class 啲，就似 City Super 咁樣啦。好啦，行個圈先。好啦，凍肉區好大，咩肉都有得賣。去睇下魚魚先。依度係生嘅，未熟嘅。睇下啲價錢先。哇，好平喎，100g 啊，唔係喎，係99匹一條喎，超級抵喎。三文魚度度都差唔多價錢，都係貴嘅。蝦係我估係369呢度，就係咁啦。魚蝦，白灼蝦可以。手信區，咦，冇心機行啊，想去 Lotus 啫，好大啊，好攰啊，今日係 hea 啊嘛，啱啦 ，hea 下啦，嗰榴蓮乾一啲都唔平嘅喎，709匹一包，同埋其實唔係個個都中意食榴蓮啦，如果香港，咁可能買啲咩竹松啊，芒果糖啊，可能仲受歡迎。最终咧都系冇买嘢就走啦，因为咧我个 friend 咧话喺 Lotus 咧系会更加好行，所以而家直接去嗰度啦。咁都同大家睇下比较一下两间超级市场边间好行啲咧，因为以前细个咧去亲泰国咧都会话哇一定去碧斯，一定去碧斯咁，但系而家咧，走啦。好啦，咁行到附近咧就系呢个 Lotus 啦。原來下低咧，佢有一個即係類似小型嘅夜市，我陣間落去睇下啦，即係啲檔攤咁樣啦，或有啲高級住宅喺度。一入到嚟依度咧就係 food court， 喂，我真係嚟過依度啦，記得啦。咁呢度係乾淨啲嘅，我記得上次喺度買嘢食添，再上一次嚟泰國係壽司啊。哇，這個抵，掰七送七，即是14包700匹，真的不是講笑，雖然這裡有冷氣，但都覺得好熱啊，好熱啊。哇，這個算便宜，哇，正啊，椰子糖啊，55匹就是10多元港紙。的確這裡是好行一點，還有乾淨一點的，上次那間酒店都在這個附近。哇，呢边有寿司啊！生肉对面就是寿司啊！呢度咧就系卖生果啊，同埋啲嘢食嘅地方。哇，好大咯、啊！哇，不过我真系好攰啊，唔抢下。哇，好多榴莲啊，好想买啊！好硬啊，呢个熟啊，真系。
以前最喜歡就是買這些即沖的粥，超方便，倒一些滾水下去就變一個粥了。不過其實吃粥呢是沒有一個吃飯的，所以呢都是過下口癮咯。跟住好多零食咯，好攰啊，行完未啊？哇，真心好攰，見到咁樣都唔想行啊，大佬，我好大啊依度。我第一次見喎，利是薯片壽司味，呢只咩味都有，壽司味真係紫菜味。都買完都要再買咁多嘢啦。好啦，買完嘢落嚟睇咧，咁嗰個火車夜市咧都收曬啦，冇乜嘢睇。走啦，而家係夜晚9:00。